托盘产品主要采用优质 PVC、PET、PP、PS、GAG， 吸引更多客户。首先，塑料包装可以提高产品本身的价格和形象，也可以塑造和传播作用，这对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强度高。 A. PET 膜强度比 PVC 膜高20以上，耐低温冲击，耐40不断开裂，所以通常10的膜代替 PVC。A. PET 制品无污染，无颗粒，透明度高，清晰度好，抗冲击性强，可广泛应用于塑料、